好大一包。暴雨哎！上厕所哦！我昨天晚上在咳，我以为你肺水肿。我刚才看你在咳，我以为武汉肺炎。财不退两步啊！我命也出啊你！因为登山杖一管变这样子了。我们现在位置是在 7.9K， 要到松峰岭。第一天，阮为圣光登山口走去云南山庄，天气不好，风雨有时啊大，有时啊小。透早七点。阮为云南山庄出发，今日要来去南湖山屋。现在17.3K， 哇，现在是8:45。这个少年啊，叫做赖景华，大家拢叫伊赖神。伊是神，我也是神，但过我可能是好神。这段叫做五岩峰，真水的一段，可惜今日天气无好。什么拢看无？西林做嘛的，透早起床，阁是白茫茫、雾刷刷的一天。天气真透白，还阁爬山都是安尼。天气歹，你也是爱行。我们现在来到大石洞里面，我们在那边躲雨。行到这，看到这个大石头，我就知影我想要行到南湖南峰。爬这个大石头，亲像比鸡放屎放袂出。哇！你的喇叭掉了。听好，是喇叭，不是喇叭。爬到顶头了后，我刚想要讲一句话。Shit！ 第四天，昨天晚上下大雨，我们在中央街区散步了。好，现在后脚跟再贴 OK 绷。早上七点，我们现在要往那个中央尖山前进喽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是中央尖溪大瀑布。为什么别人自拍是这烟斗，我自拍那亲像死老狗？看下这溪仔水，我才想起我的比基尼，袂记得早来穿给恁看。我凊彩讲讲的，恁莫太认真。离开大瀑布无外久，我就拄到一个高老的地形。这个时阵，你脚步都要细腻。大家来中央见，拢是轻装来，但阮两个空的是矮仔在大包，但坏坏搁搞脚包。爬这段，爬40公斤，靠手尾力。慢慢爬去顶头，
我们爬过一个高点，要越过一个地形。这些人来中央间隙，因为天最上高，都要撤退登去引导。离开中央间隙山屋已经两点钟啊，阮搁伫遮耍水耍石头。阮家伫四五里拔河，亲像抗疫之路，去拄到唐德赛，迄个真正有够帅。阮爬山爬低，若爱练劈腿，练完劈腿，搁爱软手空。爬得像条狗。卡住了，卡住要我踹你吗？要不要我踹你？我帮你踹一下。我看，你那是独攀卡掉的，都听说无人来踢卡床。哎呀，真是搏命演出啊你！哇，哦吼！按时啊，伫厝诶看我翕诶影片。从当作我伫看三级片，因为影片内底拢嘻嘻哈哈。阮两个伫溪边轮流干，赖神干完，换我干。有当阮会做阵做伙干。这几天我看动作，毋是中央尖山。是赖神的卡撑。即马行到这，中央监视的声是愈来愈细声。我们现在到达最后水源，准备重装取水。路愈行，我的面就愈晒。搁爬搁跪，亲像要去卖家朝圣。因为阮要开始中央尖山天堂路，行无几步，我就开始后悔，打水为甚物底遐济？爬到强要喘袂着气，搁一个死囡仔伫遐放屁，互毋会鼻。你到底是停起来喘气，还是会放屁？退两步啊！哦，好像好担心摔下去，而且下面的红看深不见底，雾茫茫一片呐 啊！哦，真刺激啊！我们已经到了，在帐篷里面了。哇，风很大，哇！呜，我们看一下外面吧。哎，外面又白墙一片。哇，我们这边要特别谢谢小豪赞助的欧洲之王帐篷。哦，好冷哦，好爽哦。今晚风雨无停，阮嘛困袂天光。强要起痟的第五天，透早起床，风雨还是足大的。
第一艰苦的是规工亲像植物人，都会伫遐。风好强哦！第二艰苦的是，逐天的暗顿，伊阁是香肠饭加三层肉。啊、哦，登山日常，登山日常哦，就是能。第三艰苦的是。外口风雨足大，阮两个伫帐篷内底互相放屁。哇，拢烟！我们在中央尖山安部400公尺处扎营地3天。好、哦，昨天晚上非常的强，那么我们欧洲之王的营帐已经断掉了。哦，然后对。但是它断掉了、哦、我把它修复起来，现在还可以继续使用。天空还是没有开、哦、我们两个死皮赖脸还撑在这里。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今天的结局怎么样、哦、我认为都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。经验啊！狂风暴雨哇，待了2-3天、啊、然后逛孤干。看着这摄影装备，两个人还傻傻的在帐篷里面等待天晴啊。现在我要打开帐篷了。哇！帅呀！赶快哦！出发了！我们等了6天，哇，终于看到太阳了，哇，阳光出来了，会热呢，真是太开心了，好热哦，拨云见日啊，终于可以脱外套了，哇，我想脱光光了，哇，你看我们后面的景，哇，我们在这个悬崖边扎营，扎了第3天了，第3天，登顶了，啊，登顶了。